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我没有系安全带。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在寿光服务区，我们回家过年了哟。朋友妈已经在家准备好了火锅、海兔子、八爪鱼，我爱吃的大海螺，一会儿回家就吃午饭喽。哇，这个歌都。朋友妈在等我吃午饭，我妈在家等我吃晚饭，太幸福了，这也。给你们看看我的仪式感。哈哈，旅途的方便面是这个，看，还做了指甲。刚才在路上还化了妆，你是不是还偷拍我睡觉了？我恍惚的觉得好像我睡得最丑的时候你在那儿拍我，你还在那儿叽叽喳喳的说话。我婆婆妈跟我说今年不准备走亲戚了，然后就说那会儿初一也不用折腾了，在家好好过年，初三初四什么时候来都行，让我踏踏实实在家过年，说想来的时候随时来，妈给你包大包子。哎呀，真的太开心了，我婆婆妈真好，就你知道吗，就是本身就是对老人这种，老人不管干什么你可能都要就是要感恩的这种，然后他还以就是没完没了的对你好，没完没了的对你好，你这心里真的是哎呀又化了似的。一会儿就不给你们好好拍了啊，就不怼着手机在那儿拍了，一会儿给你们偷偷拍，看看我和我妈给我准备的东西有多好。看着吃就行了。空气炸锅。有点沙的辣椒油。好多好多蒜。好大个的草莓，结婚时候的样子。我这边的大红贝，哎，剁块儿，哎呦呵，哎呦呵，妈妈，先弄好了吧，油边剁，这油盖上盖儿以后，好好香啊，剁块儿没意思，不是，剁块儿给你。你先试一下，把肉我先切了一下。我自己说的，就吃那一份儿。这个东西腰不是疼，老僵了。腰不是僵了。还行。那就打捞，腰不是疼，你看怎么样？我要解说一下，这是煮完海兔的时候的红汤。一走。哎呀呀呀！烤我手了！哎呦，新年快乐！第二，出门就开，来，好，上人。来吧，来吧。哎呦呵。你看刚才咱们下那么多，它一点沫都没吸啊。行了，不给你们拍了，拜拜。我们出来喽，吃完午饭了。我们现在来买花馍，就是去年给你们吃那个，我妈特别喜欢那个王子玉，每年都会给我妈买，说我现在买完了带回去啊。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可开心，就是刚才我买了好多年货嘛，带上去，但是年货也就那些东西，无非是车厘子呀什么什么各种盒，给两位老人家买了非常好看的一身衣服，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可好看了，我好满意，他们两个穿着好合适，就是又好看，这个颜色又是他们没穿过的，然后衣服的样子也好看，他们穿着也正合适，真棒，我真棒。一会儿给你们看花馍吧，可厉害了，来喽。看这边，现在有现成的吗，姐？是吗？那个鱼是有人订过了过了吗？对，你可以拿。啊，拿几个来？来这个。啊，真好看。嗯、这个，上面那个红色的要两个吧，下面的粉色也要两个。
给你挂起来，你咬哪个我给你挂起来。这俩吧。两个。嗯。还有哪个？然后。这两吧，这个也来俩，两个，嗯，然后换，哎，啊，这个好看，多了我家也吃不了了，谢谢谢谢。呀，先画的。当当当，没要礼盒，没让王子瑜跟着来，就是我自己买，我就不要礼盒了，礼盒太贵了。好看，看着就想吃。哇，要回家喽，再去看看爷爷和姥姥。我们今早见吧。我回家了，姐妹们。啊，我妈刚才给我发微信说你爸好激动，在家等你。然后他跟我说馋羊尾油吧，这回没什么惊喜，他们俩都知道。好了好了，等我们开门那一刻了。咋了？哎呀妈呀！你爸激动的，快快！我们家吉祥物呢？赶紧告诉王子瑜一声，太操心了。看，一天两次海兔子，还有辣白菜。肯定的。当当，当当，哎，墨鱼呢？还有，咚咚咚咚。咱们谁吃的？哈宝贝。好的。怎么还有脑花呢？那是你说的那个脑花吗？是你说的那个脑花吗？你妈买的。嗯。我妈给我的惊喜，不想告诉，不想让我爸偷摸告诉我，但是我爸早一个月前就告诉我。吃饭了，我吃饭了，我换个衣服吃饭喽。换衣服，换衣服啊！哎呦，开喽，开喽，吃饭喽！那边有大虾啊！吃饭喽！好的，尝尝辣白菜。又酸了啊！妈妈买的那会儿。开笑了。人家换了换价了，哎，好吃啊！什么？好吃，吃不下去。大家激动的，这激动的那跟谁呀？你瞅瞅，他妈的胖的，就那里眼睛都成小绿豆。咋不整点可乐？喝，给你那边。哎，哈哈哈哈哈！难录些。嗯，不要不要，我先不要。来来，干杯来，等待。来。哎呀，身体健康，吉祥物。你身体健康，就是爸爸妈妈都挺好。爸，他在家都给我整的特别好。哎呀，老多了啊，儿子，我跟你说，那大一大盒子呢。哎呦，咯啷咯啷的。那鲍鱼家里的。突然想起来没吃过海兔。都下啊，完了，要不然咱倒地一会儿啊。嗯。那些东西都在外头摆着呢，是吧？一天这个心眼子呀，这个搁哪儿啊，老爸？哎，随便搁地方都行。哎呦，你瞅瞅他们那个病娇那个。记载了，来，上不上够呛。来新衣服，皱了这个。你俩的新衣服，快来试试来！我老爹新年的，给他个日进斗金。你闺女给你的，打开观看。棉布。我给你看看。衬衫。怎么打开？我给你买衬衫干啥？你穿得了衬衫？妈。你能穿进去吗？能，他能，他能。好牛逼！哎呀，这个好看。
你没穿呢，你在这穿不进去。这个，这个，快穿吧，你试试。整你穿不进去才有鬼，你快。哎呀，儿子，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给弄小人儿，日进斗金呢。那那不止他，不止他啥，指他招财行不行？他说的，你一天为什么老撞我脑袋？我说把财刀子，我得赶紧财动啊。你看你在那儿你穿不上妈妈你大小是不是行你不是你站起来我看裤子穿不了你试试还没得穿呢你这是不是不是你还要多大能装俩你了你这一下屋里看看有裤子妈，妈，这你姑爷给你的。我姑爷给我什么好东西？本子、啊。这啥玩意儿啊？化妆品。不是，这不是本子，你爱的本子。嗯呢。哎呀。哎呀妈呀，给我兜了！我明天就让我上学去，真是的。这个要再肥，我就再瘦。你应该是。这是给你买了个大的。哎呀，我妈呀，妈妈有老公大衣了。看，没有这样的大衣。瘦啊！来，大家都很关心我爸的身体，快说说。啊、我们快说说，我爸现在挺好的。嗯，还不错，还可以吧。就是以自己很坚强的口吻告诉我，我没事，我只是怎么怎么。错误示范啊，指甲不能像我这样直接哭。直接哭对指甲不好，不能直接哭。噔噔，这咋长呀？嗯嗯，拿个刀，我妈给你拿个刀去啊。嗯，妈不用尝着了。看我妈把这个拿到我面前，是否还让我好好吃饭？哎哎，青岛今天让放炮吗？让放是吧？偷放。为啥也不偷放，怎么明明上哪放去？那就不让放，但是大家都在放啊对！我这回来的时候看小区里的叮当的。我告诉你、啊，说是不让放啊，但是说你放也没人管你。咱搞点，整点，啊、整点。有，可以。儿，老孙给闺女看看那两床套，在这里呢。不看不看，咱明天往等三十听康给他放，是不是初一也来放？我还真忘了这啥时候放炮。哎呀，是你忘了原来。我跟你们说，我小时候最高兴的就是放炮了。我爸就带我出去放炮，从八点放到吃饺子之前根本不停啊，挺慌的。记不记得那天就吃一下那个那叫闪光雷，然后冲袖子里了。哎呀，烧的我没事啊，我可怜我的牛，心疼我的貂啊。那个胳膊里还好几个大炮，大炮、啊。现在还有疤呢。我是拿着手放那个魔术弹，然后结果后面的泥好像松了，就钻袖子里了。啊，那个他不看他的胳膊，他看衣服，真的是。那我的新衣服给我烧了，但三婶穿的新衣服刚穿上就给我烧了，我能不行吗？要我不行，那会儿我就闲的想到给我乐的。这孩子不是人，一般孩子都说的，哎，这胳膊烫那么大，烫的都疼的哇哇叫了。心疼我的貂啊！年年三十都是吃脑瓜子。我们家三十蒸了三缸米，到初二了，我都吃不了，就那种光吃菜都吃不了。这个可以化咱们。好些年没吃这个糖了啊！老这是我妈说的，我食欲不振。慢点儿。嗯，这羊汤，这好吃。还是面条真好吃。面条我吃不好吃。好吃好吃。你在哪买的？明天在这买。要不要涮呀？给你们看我最后一碗啊！
连汤，然后涮了涮装麻酱的碗，这边还有点海兔子啥的，真的实在吃不了了。倒上葱，一会儿洗个澡就要睡觉了。二十七快乐，还剩一分钟，拜拜。Hello， 姐妹们，真的是二十八件了，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看。扫除了一下子，就是我真的忍不了，而且我真的特别爱半夜干活，就是大家都睡了也没有人打扰我，也不会有人，我扫地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溜溜达达，第二天的时候还会稍微有点小惊喜那种感觉，真的就是我半夜打扫卫生的追求。而且我真的有时候看不下去，就稍微有点灰尘就看不下去，而且就怎么说呢，其实打扫细活真的一点都不吃香，就是你可能忙活了2小时别人啥也看不出来的那种。我刚才把快递都拆了，就是拆了好多什么买的春联啊，什么小窗花啊什么的，妈呀我眼睛头红。现在12点15，一会儿洗洗澡我就要睡了，明天要睡一个大懒觉，谁也不叫我那种，但是我精神头特足，谁也不叫我，我可能早上也挺早可能就起了，刚刚10到10到，明天早上我妈起了她就不用再弄了。哇，一看地面好干净，然后一看桌子，哇我闺女也擦了。我跟你说，今天虽然说什么我爸佯装坚强啊什么的，但其实他真的是佯装坚强，我太知道他身体状况了。但是今天回来一看，就是也得好嘛，也得好一点，他才能装出坚强的样子来。哎呀，心里很舒服，很开心，哈哈。Happy day， 明天依旧是 Happy day。我这一收拾完了，我妈也肯定觉得，我闺女身体倍儿棒。我爸也觉得，我闺女觉得我身体倍儿棒。什么东西，顺口溜吗？这是。我看看明天嘛，给你们看看我买的小窗花啊、小春联啊啥玩意儿的，贼棒，真的贼棒。虽然有的就是快递没有送到，但是现在家里这些足够了，贼好看。预告一下，回收一分钟，拜拜。